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南瓜娱乐。《向往的生活》第三季，相信大家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刘宪华的离开，张子枫的加入了。毕竟之前的《向往的生活》绝大部分笑点都是被刘宪华给承包了的，他可以说是蘑菇屋当仁不让的搞笑担当。而在新一季节目中，大华因档期原因缺席了这一季的录制，真的是让很多粉丝都不能接受。不过好在还有活跃气氛的何炅、彭昱畅，也是综艺感大爆发。最近有消息称大华即将回归蘑菇屋，有网友晒出了路透照，果真有大华的身影。看来百忙之中的大华依旧没有忘记这档节目是真爱没错了。这下蘑菇屋要更热闹了，照片中一家五口就围着一起去散步。本以为大华面对突如其来的妹妹会不太适应，没想到完全没有。照片中可以看到大华基本上全程都是跟在妹妹的身后贴身保护，简直不要太暖。看来蘑菇屋又多了一个宠妹狂魔，不知道鹏鹏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呢？网友纷纷表示羡慕妹妹有两个哥哥保护，大家怎么看呢？